没有就过去了嘛。下午有没有登记结婚？哎呀，愚公这人呐、啊，今天的日子不好哎，是天狗星下凡，六煞齐出，十恶大败的大凶日子啊！谁说的呀？皇帝上说的嘛。又是那三女呀！哎，又不晓得要发生什么状况。姜薇，我这次有点开玩笑哎，我们就穿这样子啊？穿什么衣服很重要吗？更何况我并不觉得我在开玩笑啊，我是很认真的哦。你呢？牛大哥，你等我一下，我去打个电话给我阿妈，说不定她会马上赶来哈。哎，别好，你阿妈赶来了，万一又把你带回南部怎么办？妈，别好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不嫁给你，我要嫁给谁啊？那你阿妈从南部赶不赶来有什么差别啊？反正你一定要嫁给我的，对不对？哎呦，哎哎哎，你们讲那么话干什么？快进去了，那走走走，进去，走吧。弟弟，妹妹，哇，好可爱呀！哎，弟弟，哎呦，这个子爷呢，嘟嘟嘟嘟嘟嘟，好可爱哟、哦！奇怪，我的眼皮怎么一直跳呢？哎，阿妹，不走了，那马杰还在等我们呢。等一下啦。嗯牛大，好奇怪呢，我这个眼皮啊，怎么都一直跳呢？哎呦，又来了又来了！哎，他刚才跳左边，他现在怎么要变成跳右边呢？哎，牛大，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我有什么意思呢？哦，你是看着那小孩子的眼皮在跳，所以你才跳。就像我们男人。跑起来啊，那我们这个眼皮可有的跳了。走，走吧。你们真的都已经考虑清楚了？考虑清楚了。考虑清楚。不是因为一时冲动。哎呀，法官先生，我们是来办结婚的，不是来办离婚的。不管是结婚离婚，都关系着每一个人的一生幸福，所以不能够凭一时的情绪冲动来决定。法官先生，您误会了，其实我们几个人计划结婚的事情已经计划很久了。对，老实讲呢，各种仪式我们也都模拟过、彩排过了，而且呢，各种状况我们也都出过了。最后我们发现，结婚根本就是两个人的事，实在没必要劳师动众麻烦这么多人。两个人真心诚意才是最重要的。话是没有错了，不过这位小妹妹，这我不是小孩子了，我已经满24岁了呢。那个身份证上有我的出生年月日啊。嗯，放心啊，是我本人没有错啦。我们四个都已经是成年人了，而且我们都是自愿的，没有人被勉强啊。既然这样，我当然是很愿意替你们证婚了。不过，哎呦，法官先生，我们四个人都已经没问题了，你还有什么问题啊？我们公证人的意思是，他不鼓励迷信，相信各位年轻人呢，也不在乎皇帝上面所说的东西。不过这结婚嘛，总是人生大事，我又不得不提醒各位一下，今天可是天狗星下凡，六煞齐出。是十恶大败的大凶日啊！我们公证人的意思是，看看各位是不是要考虑一下。难道我们还打算重来一次吗？如果重来又不打算换人的话，还不如就今天散了。天狗星下凡，
这太完美了，我属狗啊。还好我不是属鸡的，要不然我们真的就是那个鸡飞狗跳，猴子上吊哈。好了，那现在就剩下最后一个问题了。啊？还有问题啊？是啊，你们的见证人呢？我。哎，一他们演呢？他们两个刚才还在这儿啊？怎么？哎，下，我们来了。哎，跑哪去了？去娘子手上那个香囊模型。大王，牛家兴先生与林美好小姐，牛家魏先生与于彩玲小姐，双双因相识而相知，彼此相爱，经审慎考虑，感情业已成熟，双方愿在法律之公正下结为夫妻，此后相互扶持，携手共创人生，经和其身份相符，并由请求人等在公证书上签名盖章，承认以上行为，原依公证法第四条第三款之规定予以公证。嗯，我想哦，我还没还是再去医院看看马杰好不好？哎，咱们今天下午刚从医院回来，怎么又要去呢？啊？哎，方妹啊，你这眼睛是怎么了？哎呦，快受不了啦！我从下午开始哦，这个眼皮哦就一直跳啦，一下子跳左边，一下子跳右边啦，跳得我心都快跳出来了。哎呦，好像哦，有什么严重的事情要发生了。哎呀，不要在那儿胡思乱想嘛。就是啊，我胡思乱想啦，所以啊，你才通通不想啦。还有那个闲工夫啦，坐在这里啦，挑咖喝茶看报纸啦。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，哪一件事情啊，不是我想出办法来解决啊？你尽管在那儿胡思乱想，不过问题是，你想出了什么名堂没有？我现在想了很久了，除了小马哥的病情以外，没有别的事情哦，让我这样子哦，心惊紧张啦，哎呦，心惊肉跳啦。我看哦，我还是再去医院看一趟哦，比较放心啦。好的，你去医院我不反对，啊，不过最好呢，把这些东西拿掉，不要让人家看了笑话嘛，啊。你要死了，老在眉毛啊！对不起嘛，还有眉毛啊？我以为你已经拔光了，就画上去的。你胡说了！你死了狗，你死了狗，丑陋狗！啊，红牌啊，红牌了！你没回来了？哎，一起去打球啊？啊，有吧有吧有吧！哎，说好了我们要改口的。对呀。忘了嘛，叫顺了嘛，不习惯。哎，对不起啊，爸妈，啊，我们刚刚犯了一点小小的错误，再来一次。哎，好，重新来过，重新来过。去去去。哎哎，他们在搞什么鬼啊？怎么回来又跑出去了呢？哎，爸妈，我们回来了。哎呦，你没回来，我早就知道你没回来了。你们刚才开门进来。我不是痴迷啊，是臭鱼人的，我怎么会不知道你们回来？阿妹，哎呦，你要死啦！那么大声干什么？好家在现在我没有在这个楼梯口，要不然我现在就滚下去了啦！阿妹，难道你没听见他们几个人刚刚叫我们什么吗？叫我们什么？爸妈。那这样有什么不对啊？不是我说你，你真是聪明一世，糊涂一时。难道一定要我指点你叫爸妈跟牛爸牛爸有什么差别吗？那这有什么差别呀？你妈呀，不是装傻，她是真糊涂。哎，你们解释给她听。妈，今天我们几个人呢，去办了一件大事情。有什么大事嘛？龚静结婚。啊？谁在龚静结婚呢？我们呢？啊？这是我跟彩玲，大哥跟美好啊。嗯，现在该叫大嫂了吧？好，大嫂大嫂。总而言之啊，妈，我们已经……哎，没有。哎，
开心什么？当然开心啊。哦，开心你又逃掉一次了。张秀，你以为我只是拿爸爸生病理由当借口，不想跟你结婚呢？哎呀，我不是这个意思嘛，我只是不甘心。今天要是在公证处，我们把心一横，拿出身份证图上往前面一站了，我们现在也用不着每天在马路上当清道夫，送过来送过去的。哼，谁让你每天晚上当清道夫的啦？我又没让你送我回家。好，是我自己要送的嘛。我只是觉得现在送留这里的时间，对我们来讲都很宝贵啊。哎，大秀，回家的路是往这走，你走那头干嘛？我知道那条路太近了嘛。你告诉我，今天在公证处看他们结婚，有没有想嫁给我的感觉？哎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又点头又摇头的。想嫁给你啊。可是，就想穿个网球装，带着球去那样下去。想想今天那个样子，还是真滑稽。我告诉你啊，他们中计了，你知不知道？中计？是啊，我是故意把他们骗进公证处结婚的。我牛家秀的婚礼哪允许他们来抢我的镜头啊？我跟我的新娘子当然是婚礼唯一的焦点了。现在把他们解决了，我的目的也达到了。你真的这么想？哎呀，那当然了。哎，你想想，他们两个人的婚礼啊，就像在马路上啃热狗一样，草草率率就打发了。哎，我老娘啊，想他儿子的婚礼啊，想了那么久，怎么可能就这样甘心罢手呢？那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嗨，你跟我结婚的时候，你就晓得了。我老妈要不搞得轰动全台湾了，最起码轰动全台北市。嗯，这比如说，请这个胡佛雄当我们的证婚人呢，说不定啊，还请朱高正当我们的司仪呢，说不定啊，还有全国电视墙转播。我的天哪，那太吸引人了吧！哎呀，到时候啊，你就穿着我为你设计的结婚礼服，搭着直升机啊，空降到结婚现场来，踏着红毯到我的身边来。还要搭直升机啊？不行不行，我怕高。当台上的证婚人问你愿不愿意做牛家秀妻子，这个时候啊，全场的人都会大声说我愿意。不对不对，我不要他们回答，我也不把他们娶回去。我是要你回答，我愿意。我放弃。一啊，做我愿意。我还要考虑啊。一，好好好，我走了，我走了。你别管啊，你别跑。哎呦，阿爸，你说说看嘛，这些孩子哦，存心要把我气，气火啦。啊，结婚是一件大事情呢，他们既然哦。好像住嘞，出那个路边摊一样啦，随随便便啦，吃饱啦。啊，实在哦，是太不懂事啦。牛大，那边还没有贴啦。哪儿啊？上面哪里没看到是吧？哦，我是出了厕所那个马桶啊没贴，能贴的地方我全贴了。对嘛，还有哦，这几年啦，有来往的亲戚啦。一些朋友啦，我都没有办法通知嘛，所以我这几年啊送礼啊都是倒贴啦。啊，这贴了还不算，还得倒着贴啊。是吗？哎呦，刘大，啊，你是有问题是吧？你怎么这么喜欢给我倒贴啊？你有毛病啊？是你让人家倒着贴的，都听你的。听你的也有出错，真麻烦。什么？没有啦，看什么日子啊？他们一回来就说已经结婚啦，我哪有时间去看日子啊？是吗？啊？什么？大叔啊，回来了。送你到家了。你赶快帮我把那个喜字贴一贴，贴一贴吧。这么多。都贴满了，贴哪儿啊？随便贴在哪儿嘛，椅子腿啊，什么热水瓶啊，反正是哪儿光着往哪儿贴呀，今天晚上不贴完呢，你甭想睡觉。你在干什么？今天是什么日子啊？什么日子？儿子们结婚的日子嘛。对啊。我说皇帝上了。我知道嘛。是天狗星下凡的日子嘛？你怎么知道啊？
大家都知道，今天的公证处的人还问我们今天这个日子为什么还要……那你们还要？天子狗心下凡的日子，这又怎么样呢？哎呦，一年才一处的，为什么会那么巧被你们碰上啊？哎呦，这可真是歪打正着啊！哎，俗语说得好啊，那，是挑的总比碰的巧。哎，我就说嘛，我这几个儿子都有这个狗屎运，哎，连结个婚都能碰到这个天狗星下凡的好日子。好日子，好，你看吧。这天狗星下凡是不好的日子，哎，六煞七出十二大败的日子，你不要讲。好日子，好。好了，我真的会被你们气火了。赶快把这个喜字拿去楼上贴了，我等一下会去检查了。小薇，哎，你在做什么啊？我在布置我们的两人世界。喜欢这些烛光吗？喜欢。那喜不喜欢我？喜欢。谁呀？你看，对不起啊，老妈要我把这些喜字拿上来贴，我看我放这儿好了，你们有空你们自己贴啊。我回房去了。难道你今天晚上还睡到楼上？谁说我为什么晚上就去看上四楼？吴家秀，搞清楚，这是我的新屋。你也搞清楚啊，这也是我花果山的老巢。识相一点，今天晚上是哥哥我的新婚之夜。新婚之夜有什么了不起啊？今天晚上也是我剪脚趾头的职业。刘家秀，你不要太心里不平衡啊。你也别太激动了啊。这新婚之夜什么了不起啊？一个房间一张床你们还不够用啊？非要阳台、餐厅、客厅、厕所，这侠客居每一寸地方你都要占领啊。他现在不叫侠客居，现在叫相思楼，相思楼，懂吗？相思楼，蒙特楼了。哼，我看你啊，干脆啊就把它改成怡红院的迎春楼算了。你什么意思你？怎么了？这是什么格调啊？这有什么不好？这什么花啊？干嘛？你别碰！这什么烛光啊？我还以为我进了什么冰暖酒廊嘞。刘家秀，不要真的以为新婚三日无大小。我告诉你，我要修理你，随时都可以修理。哟呵，修理我怎么样？我要怕你啊！你们兄弟俩在这儿慢慢争地盘吧，我累了，我要先去睡了。好，我一会儿就来啊。你存心跟我作对是不是？你为什么不让我睡呢？今天晚上就是我结婚，知道吗？为什么不让我睡？你结婚了不起啊？我要马上结婚给你看。你结跟我赌气？我结婚了，呀，你为什么不是你办的？你为什么不结婚？我办的，谁让你不结婚的？这等一下洗澡你穿哈。我是来贴婴儿海报啦，有没有吵到你们啦？没有，我还在帮牛大哥整理衣服啊。牛大哥，还在叫牛大哥，要改口叫老公。老公牛，叫不习惯。怎么叫我老公牛呢？那太离谱了吧。
其实啊，叫什么都没有关系啦，夫妻两个人在一起啊，欢喜甘愿就好啦。我以前哦，叫你牛爸也是叫牛大哥啦，后来哦叫了久啦，那个哥哦很难叫啦，那我就改他叫牛大。妈妈，我看这样吧，我知道你老人家用心良苦，但是这个我跟美好我们两个自己贴就可以了。哦，可是哦，哎，你们不能偷懒哦，要通通贴满哦。好，通通会把它贴满。好，那时间不早了，你可以先休息了。好啦，那我回去睡觉了。啊，那不吵你们啦。哎，你们可以早一点休息哦。休息休息，真是。我们来吧。干什么？这个天还不好。哦。牛大哥，我来贴，你去洗澡啊。很多哎。你我慢慢贴。那你一个贴，那我去洗澡。嗯。又不能现在打电话回家里去给阿妈，阿妈一定会马上从家里杀到台北来，怎么办？没有人可以救我，我……哦，有了。最后一杯了，好不好？我不知道，我觉得我好醉哦。好啊，那就为了你醉了干杯啊！嗯，来，嘉威，你好坏啊！你喝一把灌醉，坏也来不及了。反正你现在已经是我老婆了，就只好让我坏一辈子。好哎，三更半夜他不睡觉，跑来敲我们房门干什么？真是，我就骂他。嘉威，你不要这样子嘛，他找我一定有事的。海玲姐，不要理他嘛。嘉威，我去去，马上就回来了。哎，一分钟。一分钟，计时开始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。救！什么事啊，美好？我那个，我偷偷唔知呀。什么偷偷唔知呀？就是哪个嘛？就是那个。14:55, 14:56, 14:57, 14:58, 15:59, 15:00, 哎，好极了，居然有人敢在我新婚之夜把我老婆从床上带走15分钟。你们好，讲得好。林美好，你什么意思你？
三更半夜不睡觉，您跑来找我老婆砍大山。你们已经足足砍掉一刻钟了，多少大山都被你们砍光了。佳薇，你在干什么嘛？我要吃人了！全世界都联合起来痛爱我的新婚之夜，大家都这样对我哦，我还要跟大家说谢谢。牛老二，你笑什么？你敢对你大嫂那么不客气啊？啊，大嫂，对对对对对，大嫂，我正好要去问问看大哥，三更半夜的还不让他老婆在家里面陪他争彩报国，跑到楼上来找我老婆闲话家常，什么道理？你牛老二，你赶紧走！你大哥，我跟你拼命！你我什么不敢？夏薇，你不要这样子无理取闹好不好？没好，他不过是有一件事来找我聊一聊，聊一聊，现在。哎呀，好，太好了！那他为什么不干脆到我们房间里面去，坐着我们两个同居，我们两个陪他一块聊啊？我可以陪你聊到天亮。嗯，你真的认为你长得比那朵花还美啊？嗯，一个字100块。嗯，我不会问我老婆去啊。啊，哎，我给你保证啊，她一个字都不会告诉你。嗨、哎，那种事情大概随便讲了。巧，碰到佳薇啊！好，那我们等你吃饭啦。好，再见。刘大回来啦！你一直在房里看报啊，哪儿都没去。我是说儿子啊，去度蜜月回来了。谁说你回来了？哎，对了，上一次我到国外去了好几个月才回来，你也没看你这么高兴的欢迎我。我咧跟你讲正经啦，你莫咧跟我讲个话话啦。好嘛，你有什么话你讲嘛，我在听。嗯，我现在在想，等他们这一次度蜜月回来，说不定啊有希望啦。有什么希望？要不然我现在还会有什么希望啊？啊，你是说他们度蜜月回来了，马杰就可以很快的康复了这回事？我主去度蜜月跟小马哥有什么关系呀、啊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啊，是不是给马杰冲冲喜呀、啊？冲冲喜！哎呦，我看你的头壳哦，也是去冲冰水，我的精神袂啦。哎，刘大，我实在是不明白呢。我们同一个船呐、啊，快40年啦。啊，越睡啊，越像啊，不认识的人呐、啊。我讲什么啊，你也听不懂；你在想什么，我也看不懂。哎，怎么会常常大错线呢、啊？哎呦！
娘娘圣命，小臣努顿。以后请娘娘说话的时候不要用问答题，请改用选择题，而且是二选一。这样我大概可以蒙对了一半。好了啦，好了啦，不要跟你讲了，跟你这个人怎么讲都讲不通了。反正哦，世界上的事情哦，都是我一个人的手上了，我会自己解决的。我还是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哎，我说我们家快有小孩子了啦。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事情都让你满意了的话，你活着就没有乐趣了。怎么会那么快就回来呢？你们杜蜜也回来了。怎么会是你呢？谁跟他去杜蜜月？大哥的。我的喊明明，我要多活一点时间，总比没活干那孙了。压给哦，生日压给。美好，我来美好啊，美好快到了，现在在机场了，快到了。各位，弄两杯来喝一喝。阿红，刘大，白天不能喝酒了。哎呦，阿爸，你不要啊，你一来就想喝酒喝酒啦。为了你喝酒哦，走了很多的麻烦，你不记得啦。男人呐、啊。不是酒就是女人，没有一个是好东西，就是嘛。不是，不来神啊，你讲这种话就不对啦。我生了三个儿子啦，可是哦，我知道其实男人哦也不会那么坏啦。我拿三个儿子哦不错哎，最坏。不你讲这句什么意思啊？我讲你有唔对、事实摆在眼前呐、我把美好带到台北来啊，先是被你们诱拐。再来就被你们骗婚，然后呢又是回婚又是逃婚的事情发生啊，我又把他带回去乡下结果呢来个俏家到现在啊，现在不是结婚了吗？现在啊你已经放下心里一个大石头啦，我也了了一个心愿啦，美好啊找了一个好的归宿啦，这样啊你又已经满足了啦，胡来生。我这个乖子孙没敢娶，不要昂丁细狗的敢娶，也没有名门正娶啊，就这样偷偷摸摸把我嫁掉，随随便便嫁掉，美好哪一点见不得人，这样就随随便便嫁人了、你一样事情哦，你一直往坏的地方去想哦，心里会很难过了。美好哦，很乖，很可爱，大家都很喜欢他，你自己心里也明白嘛，对不对？要想好一点了。这个婚姻已经有不方便的地方发生很多了，现在青米已经煮成饭了，你往好的地方去想就更好哦，不一定花很多钱啦，很热闹啦，就很幸福，不对哦。比如你就好了，要你来比比看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还神？我无啦，你感觉一定要甲讲遐清楚才会用的就说当时啦。你不是看美好的阿公啊，残下你追啦，聘礼啊，用三部牛车撞去给你，你会嫁给他吗？你很怪，我嫁是无幸福性哈，我嫁对我幸福性哈，就是说给你嫁给你都幸福啊。如果日子过得好，阿麦他妈妈怎么会死得那么早？好啦啦，好啦啦，好啦啦，你们不要再吵啦，你们这样吵哦，我头真的快晕了啦！事情都已经定局啦，已经变成亲家啦，有话就慢慢说嘛。是啦，阿妹，我就是要跟你讲这一些啦。咱要结婚哦，无办贴，无请人客，这个都不重要，结果才重要。是阿爸哦，你最了解我的心意啦。我这几天哦，就是为了这个事情。想来又想去，想去又想来，越想都越急，越急呀、都越想。现在厕所正没人呢、阿妹呀、我们跟别人不一样呢，当别人一只牛耕作一股田，我们是三股田三只牛在做呢。
笑死人，那还不是一样？哎，那不同款哦，哪里会一样呢？哎，你有没有看过电视广告啊？常常在讲啊，哎呦，买越多送越多啊！哎，我们三个在拼呢，你要知道呢，收获一定很快呢，不久就有结果。别笑笑啦，那我妹哦，昨天别讲结婚都要随身囝啦。嗯，哎，那是很辛苦的哎。哎呦，生不生你是管不着哦。阿爸，你讲唔对啊啦，唔是三区产三只牛啦，是两区产两只牛啦。哎，怎么变两只呢？哎呦，阿爸，家秀还没有啦。哎，我实在是受不了了。哎，你们为什么总喜欢拿我的这个姓做文章呢？哦，牛就一定要耕田。哎，我这个牛啊，是澳洲产的肉牛，喝啤酒听音乐的，不耕田，可以吧？哎，是呀。哦，马叔。啊，家秀啊。哎。不错嘛。啊，要到复健中心啊。哎，我来，我来。依依呢？哦，他在忙出版社的事情。这孩子被我拖累了。哎呀，马叔，你别这么说，他有这个能力，一定没问题的。我打算把出版社给结束了。千万不可以这样，马叔，你千万不可以这样告诉妮妮。我是为他好啊。他也是为你好啊。老实说，这一阵子他也够辛苦，可是辛苦没有白费啊。出版社渐渐有起色了，如果你现在告诉他这个，他连一点支持下去的意志力都没有了，这对他不公平啊！他认为值得就好了，他一直都做他认为值得的事啊。还是你了解我女儿啊？那你们结婚的事呢？还早嘛，我们都还年轻啊。哼，才怪！我那么美的女儿，话是不错，可是如果现在把她从你身边抢过去，未免甚至不武吧。这小子看起来只有你才能当我的女婿啊。你怎么这般输啊？把姓小丽的钱给省了。哎，不不不，不要不要，家秀，我现在不能让自己有一点点依赖的心理，要不然我就完了。哎，完了就完了吗？你还有我，又怎么样呢？哎，上哪去啊？别搬了，上车休息吧。来，我来开，我来开，去去去，去休息，去。哟，依依啊，不要坐了，不要坐了，过去那边休息啦。哎呦，实在哦，受啦。啊，你这个孩子哦，真的累坏啦。有妈，我没什么，你放心啦。你爸哦，多亏了你。其实我没帮他什么，一切还是得靠他自己才行啊。依依啊，那你跟家秀的事情呢？有妈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我不是在逼你啦，可是哦，这件事情也不能拖太久了。假如啊，家秀能娶你，家秀就是你爸爸的伴子啊，那就看你们要住这边还是要住这边，主要啊有人照顾他，我都愿意啊。牛妈，我懂您的意思，谢谢你。啊，都回来了。安坐了，过来玩。阿梅啊，过来过来过来，妈妈看看来。来，让妈妈看你。哦，你们辛苦啦。哎呀，辛苦啦。怎么会辛苦呢？玩怎么会辛苦？玩的好开心啊。彩玲啊，那有没有出好？有啊有啊。彩玲啊，那有没有睡好？有啊，当然有啊。我每天啊都是玩的累的，倒头就睡。
我打呼他都听不到。玩归玩，睡眠也是很重要的。米娅，来，过来我看看。怎么会那么快啊？快什么？妈的意思是说，我们这度蜜月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不，其实啊，我们已经玩了好几天了，应该要准备收收心，要开始工作了。谁说的？我就是玩的根本就不想回来了啊！这度蜜月真好玩，真希望每年都能够去度一次蜜月。啊，但是给你了。你看看你们那副小人得志的样子，这结婚度蜜月是不是了不起吗？我跟依依啊，还准备环游世界度蜜月的。听到没有？我还跟依依准备环游世界度蜜月呢。你看他酸的，简直像个剥了皮的柠檬一样。家饭店哇，真是棒啊！乱有那个浪漫的气息。哎呀，你没有看到我们住的那一家？我还拍了泳装照片。真的？那照片洗出来以后给我们看看。对不起啊，这个是不公开的啊。对，稀奇，谁要看呢？这是什么了不起吗？我告诉你，我跟彩玲啊，在饭店里面还有更惹火的照片。真的。心情你也不要急成这个样子嘛，这种事情是要花时间的。也花不了多少时间啦，你不记得啦？我们当年结婚啦，也去度蜜月，我一回来就怀疑要加薪啦。那也是我们回来一个月以后才发现的，他们回来还不到一天呢。真的。你干什么？哎呀，你没听到啊？已经那么晚了，还不出来去睡觉了？还在客厅聊天，在聊什么啊？我要叫他去困了。限制级的哦。你们在聊什么啦？哎呦，时间已经不早了，是不是该去睡觉了？哎呦，妈，还早吗？那八点档都还没完呢。哎呦，八点档有什么好看嘛？去睡。妈的意思是早睡早起，身体好。妈，我们几个都是习惯晚睡的人了。是啊。你要是困了，你跟爸先去睡吧。我跟你爸也没有什么事做，那么早睡干什么嘛？谁做什么了？